拳击布怎么用？保护我的刘海怎么了？拳击布，啊啦哦，哒哒哒，哇，很痛。Day two. All right, 我刚刚有看影片，他说就是单脚跳三下，然后左脚轻点三下，然后右脚三下完之后再换左脚，单脚跳三下，然后右脚轻点三下，所以看起来就像这样子，一二三，然后一二三这样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这样。Okay, let's try again.等一下，啊哦哦哦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刚刚有成功哎，啊，shit，啊，怎么很难？是因为 tempo 没有打好吗？ Give me baby one more time. So, 成功了耶 oh my gosh. Day three. 我已经会单脚跳三下了，就各三下，然后现在就是要缩短成两下。 OK, check it. 哎呦，有一点心得了。Day four. Wow. Okay. 最终版。经过了几天的练习之后，我会三次了，也会两次了。那这次要把脚步就是缩改成一次，然后再练的顺畅一点的话，就是所谓的拳击步了。OK.OK, 我们来试试看哈，一步哦，一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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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像跳舞的感觉。OK, 预备开始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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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吗？有感觉吗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有练习有差。